久没有再听到你的消息，在茫茫人海里怎么相遇，爱怎么好聚好散，恨要怎样才圆满，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，依兰，依兰，你在干什么？如果你想来江边散散心的话，你可以提前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可以陪你。或者，如果你不想看到我，可以让雨哲单独陪你来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，可是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想你们为我付出那么多。我的腿已经这样了，本来就是个多余的存在，我真的很厌恶这样的自己。佳明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白天做了很不好的事情，让你和雨哲之间产生了误会，抱歉，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了，每当我看到你和雨哲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很痛。我是答应过你会尝试忘记雨哲，可是我努力了，我真的做不到。算了，就让我自己结束这一切，一了百了。依兰，白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你要想想你的家人，想想你的朋友。佳明，谢谢，能把雨哲托付给你，我就放心了。托付，依兰，回去吧，不知你父母会担心，我也会很担心的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夹在你和佳敏之间。我原以为我还有追求你的资格，可是现在，我连做个正常人的资格都没有，我只会成为你的负担。那我就成全你们吧，祝你和佳敏幸福。夏明，我先送他回医院，然后我再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不放心他，得去医院陪陪他。依兰，
我送你回去吧。就算是他自己摔倒的，你为什么不能扶住他？他的腿不好，可你是好好的呀。我没有怪你，但是依兰已经很难受了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刺激他。现在宇哲的情绪已经被依兰的脚伤所影响，为了宇哲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跟依兰起争执。这是我朋友开的一家影视公司，我听说他们最近要开一个新的栏目，我想到他们公司去推荐你，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职务的。江奶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机会我可以给你，但至于能力嘛，要看你的了。我听说他们开的那个新的栏目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制作的，这对于女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国外？坐下。我可能是太爱我的孙女儿了，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。对不起，我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想很善意的提醒你，其实这个人生啊，它有许许多多的东西，它是你的，是你的；它不是你的，它就不属于你。你就是把你自己强留在他的身边，你也会让你自己和其他人都过得很痛苦。奶奶，您绕了这么一大圈，不就是想让我离开宇哲吗？您的这份心意我领了，但是我是不会去的，因为我不可能离开宇哲。江奶奶，我从来没有去求过任何人，因为我不需要去求任何人。但是今天，我倒是真心有件事情想拜托你。孩子，答应奶奶，离开他吧。你离开了宇哲，家人，你还有朋友，你还有大把美好的前途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你的好朋友依兰，她现在是一无所有。如果她没有了宇哲，我简直不敢想象她是什么样的人生。你真的会把他人生唯一的希望都拿走吗？依兰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宇哲的照顾，他的脚伤因我而起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突然约我来这里？
佳明，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多想。关于以兰的事情，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。事实上，我只是在怪我自己。我指的不是那些。我想清楚了，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。别在冲动的时候做这样的决定，你知道吗？这对我来说很不公平。我送你回家，先睡一觉。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们再商量好吗？依兰的脚伤都是我造成的，现在的她最需要你的关心。只有你能帮助他走出伤痛的阴霾，我在你身边的出现只会加重他的伤痛。你要知道，同情以兰是一码事，而我们两个之间是另外一码事。佳明，我不想看到你为了他而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并没有放弃，也许短暂的分离可以换来以兰心中的平静，让她重拾面对人生的信心。我知道这个决定很自私，你能理解我吗？你对我很重要，重要到让我离不开你。也许这样对大家多好。佳明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可是以兰她过不去，我不想再毁掉她的人生。在平行的世界里才没有交集，在茫茫人海里怎么相遇？爱怎么好聚好散？恨要怎样才圆满？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，爱你So much，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？哎，回来了，哎。给你留了饭菜，吃不吃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给他留。人家在法国餐厅吃法国菜，回来吃你做的梅干菜。哎呀，这不是你让给留的菜吗？来，坤杰，快吃饭了啊！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啊？是不是宇哲不在店里，太忙了？怎么了？有人欺负你啊？啊，没有，是。是你们对坤静真的很好，坤静心里真的很感激。有，你肯定有事的，说出来。对呀，怎么了？你说出来。说。我。我要去见爸爸了。你要去见爸爸，这是高兴的事儿，你应该笑啊。可是我见完爸爸就要回泰国，这是三天后的机票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回来
不是要去泰国玩吗？你还说要带我一起去呢。可是现在买票会来不及的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。小丽，这次回去应该会很久都不会回来。老爸，我真的很舍不得你们。哎呀，这泰国又不算远啊，如果你不来啊，那我们就去泰国找你玩，好不好？你记住啊，只要你心里面有我们啊，这老洋房啊就是你的家。不是，没有交房租就不是他的家。哎呀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嗯，张明，张明，我要去见爸爸。是吗？恭喜你了。佳明啊，佳明啊，你怎么了？一个个都洗那么早呢，哎呀，好饿啊！好久都没有吃到梅干菜包了，真香。佳明啊，其实你不必。爸，我明天想吃粉丝包，好不好？爸给你做啊，你还想吃什么？我爱吃的都做一遍。佳明姐姐，你的眼睛怎么又肿了？小丽，喝豆浆。佳明，我觉得那个宇泽应该……没事，你们大家不用担心我。自欺欺人，好受吗？你这样逃避，还能往前走啊？你想往前走的话，来，我教你怎么往前走。你愣在这里干嘛呀？没看见我这只手吗？帮我捡废品啊！往前走得走得有气势，先从干活开始。只有疯狂的工作，才能忘记伤痛。谢谢你啊，帮我劝佳明。谁劝他呀？我在利用他帮我收废品。我呢是个大老粗，我不懂得女人心，所以佳明他有点什么事情吧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你这一劝，我看他就振作起来了。
我心里也就放心了。谢谢你啊。我知道，其实你这个人啊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什么豆腐心啊？姐是豆腐西施，你是白菜，贱命。贱命，也得把它过好。走开，贱人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不好意思，再能够请你吃饭呢。你真的要回去吗？啊？嗯，我来中国就是为了找爸爸，现在知道爸爸还活着，能够看他一眼，我就没有遗憾。但是阿姨，谢谢你一直帮我，我回到泰国一定会一直想着回来看你。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。我能再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好。你之前说过的，你的家乡在披吉。对呀。那你爸爸除了叫阿国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绰号啊？好像叫立国、建国之类的，但是妈妈就跟我讲过一次，我记不太清楚。那你的爱好是什么？他喜欢做菜，但妈妈说他脾气不好。就看你看你的样子。你倒是一点都没有遗传你爸爸的脾气啊。但是我遗传了他的血型，我是 O 型血。O 型血？啊，不，我的意思是我也特别喜欢 O 型血的人的。吃菜吃菜吃菜，多吃点啊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吃宫保鸡丁，我对花生过敏。O 型血，花生过敏，这怎么都一模一样啊？天使阿姨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你。你为什么突然对我爸爸这么感兴趣？我觉得你特别的乖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想这么乖的孩子，你身后一定有个特别棒的爸爸。当然，我送你一首泰文歌。等我回到泰国之后，一唱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你。好的好的，而且这首歌是爸爸送给妈妈，后来妈妈每次想念爸爸就会唱起这首歌，很好听，我唱给你。红光急退过成雨奶，正因外海这无力，动着关心你看来不对回应，我等你看看看来无力瓦的你才敢猜。
来啦。哎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不会是又跟爸爸吵架了吧？哼，吵不吵架，你还不清楚？我哪知道你和爸爸之间的事儿？干嘛呢？开门那么慢，重死我了。嗯，张阿姨，您来了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干嘛？来来，陪阿姨喝杯酒，对。不行，我不胜酒力，您喝得开心吗？没事，你先来，你坐下，坐下，没事，你陪阿姨喝杯酒，我来坐下。给，好，喝，陪阿姨喝杯酒，干杯。阿姨，没想到你也会喝酒啊！哎呦，这酒我跟你说，好东西，这酒实在是太好。李建国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！对不起我，你跟我说过，你辈子只有我这一个女人的，可他多了一个儿子，你说好笑吧？他突然又有一个儿子了，他还跳舞，他还会做菜，你什么时候给我跳过舞？什么时候给我做过菜？你这个王八蛋，你都是骗我的这么多年了，你都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不敢问他，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把我当狗屁呀你！哎，我的天哪！你爸有外遇了。妈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呵呵，什么家伙？哎呀，你把我带到哪儿去呀你？家呀。哎呀，我回什么家？我们再去喝酒啊！慢点。哎呀，慢。哎呦。哎呀，别管我了，爸，妈，妈，你慢点。哎，在哪儿呢？一个女人喝成这样，你像话吗？啊，爸，你别找我妈了。我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回工作室去。哎呦，放开我！你不要碰我，你真讨厌！你干嘛要碰我？你放开我！我问你，你当年在泰国是不是结过婚？是不是有个孩子？你胡说什么？
风的女人，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。回来了，过来。哎，又喝酒啊？你就不能学学好？不是嘛，我给雨溪去送布料，遇到阿姨了，非让我陪她喝几杯。我看她心情不好，就陪陪她喽。张倩兰心情不好？对啊，喝多了像疯子一样的骂叔叔，说他劈腿。哦，对了，更夸张的是，好像说他外面还有个儿子什么的。你没有告诉你姐姐吧？怎么可能？当然没了，我怎么可能跟姐姐说叔叔的绯闻啊？那就好，也不要在外面乱说。哎，不会啦，妈。那我洗澡去了。张倩兰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这下李建国一定以为是我说的，肯定要找我麻烦。看来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雨泽，快来坐。坤君，今天到底什么日子？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吃上海菜啊？我是特意远在这里，在我离开上海前，还有一个愿望。是我同时约了你们两个，佳明，快来坐。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坐下。我知道你们两个肯定有误会，所以才要见面解释清楚。我还要去准备回泰国的行李，就先走了。别再躲了，接吧。喂，雨哲，你在哪？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雨哲，你是一个人吗？我今天突然想回公司看一眼。我以为我自己可以的，但是我的腿真的很不方便。你能不能？啊！哎，以兰，以兰，以兰怎么了？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走。以兰。依兰，你没事吧？李先生，我就刚刚去给叶经理倒杯水的功夫，他就摔成这样了。要是之前是您陪着来了就好了。看来您是被人拖住了呀。你别多嘴。都说我不好，我来晚了。不怪你，雨哲。
其实我腿伤了以后，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。你忽略我是应该的，我真傻，我还回来这里干嘛？还以为自己是从前那个叶经理吗？我现在就是一个废人，一无所有。你怎么会一无所有呢？你还有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还有宇哲陪着你呢。人在心不在，有什么用？宇哲，我知道你不过是出于同情才会陪着我的，是吗？其实你心里无时无刻不想走，是不是啊？宇哲，我是喜欢你，可是如果你不喜欢我，你就没有必要勉强自己。我要的是真真切切的感情，是心甘情愿，否则的话我会生不如死。或许我就应该死在那场车祸中，我不该活着的。依兰，你不要这么想。我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留在你身边照顾你的。你要怎么证明？依兰，有些事情并不一定需要用什么东西去证明。我需要。我已经没有腿了。就当是宽容我，可以吗？依兰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的。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的去做复健，一定要想办法恢复健康，好吗？真的吗？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这边看看啊，坤俊，你来，你来，试试这件衣服。老板，我不穿制服，不舒服。你就要跟爸爸见面了，要穿得体面一点。来，老板，这里好贵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呀，你别管钱不钱的，我送给你。我不行。服务员，我们试试这件衣服啊。好。啊，不用，老板真的不要。不要管了，不要管了啊，来。嗯，挺好，挺好，啊，挺精神的，我看啊，合适，这个号合适啊，嘿。先生，您穿这套西服真的很合身，您爸的眼光真好。不，我不是他爸爸，他就是我爸爸，他是我在中国的爸爸。
那行，那我们结账吧。今天就安排昆金和他父亲见面了。这件事必须要顺利。一会儿啊，你派车去接昆金，见完他父亲之后，立刻把他送到机场，不许有任何闪失。是的，李总。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？我是听以轩说，这雨熙的爸爸呀，好像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啊。我也是担心你，才过来看看的。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。昆金要回泰国，我请他吃饭，从他口中得知，他爸爸的特征和李建国一模一样。我猜，昆金就是李建国的私生子。不会这么巧吧？你可别冤枉了人家呀！这天底下呀，长得像的人多了是了。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行啊！证据？可昆金马上回泰国了，哪儿去找证据啊？那就不要让他回去啊！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，去做个亲子鉴定吧，这样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？不然这件事放在你心里，你总是过不去的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心碎。